这一把中路我们对线的是干将还有桑起啊，这两个英雄前期抢线是比较快的，所以开局我们可以先买鞋子，然后出高地之后，然后把鞋子换成小叔。这一把前期的思路还是一样，直接走到防御塔前面，然后用一技能去打三个兵，然后等第二个一技能，然后去补掉后面两个兵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抓边路了。这一把下路是一个吕布，吕布和老夫子前期是肯定会对刚的，我们和队友发一个信号，然后就支援下去。这里拉三尺去看吕布的位置啊，等他到了我们闪现范围之内，果断闪现吹起来，然后一扇子给他秒掉。现在才开局46秒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边路河怪拿掉之后，然后再把野区的到我们一技能身上，直接给我们坐下。但是莱西奥这个位置就直接给守约一枪狙死了，但是最后的话还是毫无悬念的直接一波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期待您的关注，拜拜。